个是用现在带的，因为小时候你也不知道去那些地方学校，要学现在这些的。新任校长，哎，那个叫新任校长，哎，新任校长，新任，哎，台南特教，台南特教。他说明天就不懂教学了。哎，对对对。那接下来的一个行程哈，就是介绍各位与会的来宾。那有介绍到的时候呢，啊，请你站起来跟大家致意，挥挥手。好，首先呢，是我们学校第一任的创校校长郑武俊郑校长。有他才会有我们啊，对不对？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本校新任的校长林伟进林校长，啊，林校长年轻有为，对不对？对，很棒。那接下来呢？之前呢也是我们学校的校国立台南嘉琪女中啊，嘉琪高中张国金张校长，相当的啊。有气质，而且文质彬彬。那接下来呢，是曾文农工的校长徐正奎徐校长。
那接下来呢，是台南市牙医师工会的一个代表，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守护神，施建志施医师，在我们学校服务超过了将近20年了，应该超过20年了真的很谢谢施医师。那还有呢，也是我们学校这4年来的一个顾问长，那也是我南工的很敬爱的学长。外面那只欢乐熊大家都有看到嘛那个就是他的作品志刚金属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郭志华，郭董事长。那还有呢，我们学校的伙伴蔡主任，他们也很关心我们学校的一个发展那也真的很谢谢一中的一个辅助，很谢谢台北101也是他们的帮忙之下我们孩子才可以成型，真的感恩感恩那接下来呢是台南大学附中学校的教务主任陈三吉，陈主任大家好也是我们学校的好伙伴谢谢他。那另外呢不好意思我们这里呢还有台南市政府教育局的督学施宏彦施督学督学好长官好那长官请坐到前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接下来呢也是我们那个策略联盟的学校台湾首府大学学生发展事务处的执行长吴怡邦吴执行长谢谢不好意思还有我们的处长张文章张处长首尔大学首尔大学也帮我们孩子培养那个证照烘焙的一个证照真的很谢谢他们那台南市议员李忠诚服务处的秘书陈夫人陈秘书谢谢我们学校那个特奥庆功马车游街也谢谢李忠诚李议员的协助跟帮忙。那接下来呢就是台南市重症儿童关怀协会的理事长蔡雅慧蔡理事长谢谢蔡理事长对我们学校有关这些程度很严重的孩子的一个关心因为我们这些严重的孩子呢都会有一些生命的之前的会长也是冠生玩具的负责人林仁贵林先生林董事长也谢谢他我们学校4年的爱心小猪都没有动过线让我们孩子贴眼睛贴标签还有赚一些那个奖励金真的很谢谢谢谢好那还有我们学校的熊欢喜志工队黄玉珍黄小姐我们学校有一个志工队常驻型的将近40位那真的很谢谢熊欢喜志工队好接下来呢台南市议会议长郭信良服务处秘书陈来竹陈秘书陈秘书陈秘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张秘书好谢谢好那接下来呢我再介绍一下呢新化高工的校长目前呢跟校长呢交接的林聪明林校长他也从屏东赶过来真的很感恩很谢谢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台南市体育总会身心障碍运动委员会主委蔡玉仁蔡主委有关身心障碍的一个运动呢他们很用力的在推真的很谢谢他们而且台南市是办得最好的好那接下来就是南都狮子会会长王秀珍王会长谢谢谢谢王会长
啊，王会长也很发心啊，未来的话呢，学校有关我们学生的一个有关保险的议题呢，啊，他也可以全力来协助跟帮忙。好，那也拜托维进校长，好，未来的话就是跟王会长好多联系。好，谢谢。好，接下来呢就是也是安南狮子会的一个代表，张润贤张代表。好，谢谢，谢谢你们。好，那接下来呢是玉顺福有限公司张静芳张小姐，谢谢你们，谢谢。好，接下来呢是全国家长协会副理事长黄蒙瑶，黄副理事长，好，谢谢。哦，蒙瑶会长呢也是长期呢来帮忙好，身心障碍的学生，真的很谢谢。好，接下来呢是我们学校的家长会副会长黄世林黄副会长，谢谢。哎，不好意思，我们学校今天的家长会都有到齐哦。啊，会长你就代表起来，站起来挥挥手了。你也无遐大啊，对，系啊，好不好？我们的那个会长哈，也真的很谢谢他，很感恩他哈，在校长的拜托之下哈，再继续担任呐，感恩感恩哈。好，那还有我们的辅导会长郑志文郑会长。好，挥挥手。好，哦，不好意思哦，还有一个我们学校的好伙伴哦，这头发有一公的和顺国中的校长谢立阳谢校长，哦，拍手拍手，学校改名可以成功哦，也是多亏他们的一个帮忙。那另外讲到这里，我们中南里的里长涂文才涂里长，这次的校名更改哦，他们也担任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真的很谢谢。那另外一位呢，邱蒙强邱会长他就不客出席了哈，邱主委。好，那还有几张哈，我赶快。还有我们全国特教家长协会的理事长肖慧文肖理事长。哎，肖理事长对我们特教学校很关心，而且有全力的支持。好，待会也请肖理事长为我们讲讲话。好，谢谢。好。以及呢，全国特教家长协会的理事侯佩莹侯理事，谢谢谢谢。好，那另外呢，还有王碧宇服务处的副主任林建南，林主任，谢谢你。那以及我们学校的也是好伙伴，高院科大的张旭明张博士。好，那另外呢，陈廷飞陈委员的一个服务处主任张文雄张主任。好，这次的学校申请呢也是多谢呢陈廷飞陈委员的大力协助了，好，真的很感恩。那另外接下来就是我们学校家长会哈的前会长吴新基吴会长。非常好，非常好。那还有我们最后呢，就是我们学校家长会的副会长王志雅王副会长，好，谢谢。好，那若是有没有介绍到的，可能好，待会好再容我好再来做一个。好像台湾也都有介绍到了。若是没有介绍到的话，有永金科技的。翁董事长，好，每一年哈，我们学生毕业的时候哈，他就每个毕业生300元的全年礼券呐，哈，真的是，哦，都甘心呢，我们再鼓掌好不好？真的很谢谢他，而且呢，他也引进哈安南区的这些爱心会，啊，来帮忙我们这些学生的家庭的一个帮忙跟协助啦，哦。那大概有30个学生呢，受他们的一个帮忙，每一个月来的话就交给校长誓词，请林宏哲校长为我们说几句话。哎，谢谢啊，谢谢。好，那我计时一下哈，大概在3分钟以内结束了哈。
那其他的就留给在座的各位帮我们讲讲话。那么首先呢，真的很感谢在座的各位，因为人太多了，所以我也不一一的来致上感谢。那今天可以站在这边来见证呢学校更名的这个历史性的一刻，真的很感恩在座的各位对我们台南启智学校，等一下呢就会变成台南特教学校，这样子历史的一刻，所以在这里呢真的是很感动，也很感谢大家的一个协助跟帮忙。学校呢可以往前走，不是靠校长一个人的力量，是要集合大家的力量，这所学校才可以一直存在，一直的发展，学生呢才可以得到最棒的一个照顾跟服务，而且学生他未来才会有一个出路。所以呢今天呢我身为呢末代的南智校长，不好意思，我想呢跟大家开个玩笑，不要讲得这么严肃啦。其实真的很感恩啊，也真的很谢谢。那刚刚好像还有李培安李督学那个也是很关心我们学校这四年来他也担任我们学校的代表学校长呢和长官呢来协助关心呢我们学校的一个校务发展所以校长也不多说了待会我们把一些时间呢留给来宾。阿浩看到你的，不好意思，请你们上台讲讲话。那我想呢，今天刚好长官先到，那么先请长官，国教署的长官，国教署的长官先讲，讲完之后再市政府的长官讲完，再请那个创校校长接续，但可以吗？再请理事长，那接下来再请各位，因为时间上面还有嘛，我们3:20才进行揭牌。所以大概还有25分钟的时间所以大家我们副校长我是创校校长应该我们余校长还有各位先进各位长官大家午安很抱歉因为刚刚的话呢跟我们黄宗荣黄校长呢从全国最高的国立学府做人来高我的话来下来我要赶到这边来参加我们贵校的揭牌仪式那么我今天在这边呢代表我们国教长官裴署长他们呢来为我们贵校的话呢祝福我想这是一个里程碑也是我们在特教学校里头往后有序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余校长在这一方面我想他来这边4年他所作所为大家应该都有看到他的亮点也为我们这个年台湾启智在师生或者是家长设计的这一种互动创下很多完美的一个景象规划了相当好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前景我相信未来贵校在新任校长这个接任以后大家能够为我们这些这个学校的话来共同服务相信一定会让我们台南特教会造成更这个辉煌的一个发展祝我们贵校的未来效应昌隆永续发展外祝各位嘉宾身体健康平安喜乐谢谢各位刚刚陪立你的这个黄端龙黄教授他也很关心我们特殊教育的一个发展对那也谢谢黄教授对大家的一个支持那另外好像还有刚刚呢还有我们学生呢学生高职的学生要到外面去实习那也提供呢十栋的员工宿舍呢让我们孩子去打扫的曾俊言曾董事长真的很谢谢他他十栋全新的
宿舍让我们打扫三年，真的很感动，哎，谢谢，而且也给我们学生呢一些奖励金。好，接下来呢，我们请司长官来帮我们讲讲话，好，台南市的长官代表，好，谢谢。好，林校长，好，我们在回到十一点，我们创校的各位校长，好，各位贵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好。非常荣幸啊，这个我们徐副学校啊，从民国65年创校到今呢，服务了45年啊，对我们台南市啊，就是服务我们台南地区的孩子啊，就是功不可没。我们到就是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我就来过徐副学校，那时候也是邓校长的贵宾，他们当然到现在进步非常多啊，包括下课就是说工作跟技能这个年轻人上来用。那我们到现在的这个教育啊，就是从我们已经学到我们在的那个校歌里面讲的，就是有校园的思想思想，所以要独立自主，然后自己自的，就是希望学生能够自己到知道自己独立自主，然后自己来做独立的创业决定。那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特殊教育是越来越多，那我们的特殊教育呢也是自主上课，从学前课教，然后国小、国中，到我们的这个自主上课的比较高级的这个特殊部分。那一般的高中的这个六十级的课程，就是有班这样。然后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广泛的照顾我们的学生人员，然后他们能够在这个能够合作取得一个影响，还有可以帮助社会。就像我们刚才我们的那个老师讲，他让我们的学生自己学习。其实我们看新疆组我们的批测，我们就是组我们实际学校的这个高级技能的学生。去做了这个环境的欣赏，那也就让他们有一个这个工作的机会，然后能够来环境的欣赏。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这个大运套餐组的人，跟市管局、跟国旅还有特殊教育学校，我们服务的对象就是这种方面的，你看各种多重障碍啊，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像这个特殊的。这个状况的孩子能够做得到照顾的，那我最后来祝我们这个国立大学特殊教育学校的教育创造团队这个各位家庭孩子们健康的学习，谢谢。关怀协会的理事长吴国瞻吴理事长，谢谢他，谢谢他，他也赶紧呢来关心。好，这边林校长，还有林校长，我在这个学校呢，95年，民国65年，44年前，那么到这个学校创办，那么已经离开这个学校了29年，我80年离开这里，那么我一直很感恩，一直我们人呢、就是不能忘本。不能忘恩，这个学校之所以能够成立，是两大工程。第一个是台南市的前市长，叫做张立堂先生，他是在那个时候就认为，因为他一个同学啊是成大的教授，叫做刘启芬，他的夫人呢是交大的教授，叫做蔡拉赫，那两位大学教授。生来一个唐氏症的孩子，叫做刘敏成，在这个学校由幼儿部一直读到高职，然后呢，所以他看了两位大学教授为这个孩子这么奔忙，他们于心不忍，所以就在他入党的时候一个政见，要做一个启智学校。那我在这个之前呢，已经有启功略。启功很早，是明前22年就有，今年130年，所以他是当国立台南大学附属启功学校，
其实比东北南大还早哎。南通是130年，南大大概是超过100年。我经常说，哪有女儿跟孙妈妈的？他是最独立的东北家。那所以啊，很感谢我们的当前市长，他一念不辞，造成了万人之福，很简单。那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时候呢，他要去找个校长，那当我的恩师，那时候当教育部的处长，那时候的教育部长呢叫做蒋彦士，那他是当处长，后来也当到教育部长，叫做郭维凡，他后来就推荐我到这个学校来，一来就15年，60年到80年。本来那时候还有教育部规定，不得超过3任，不得超过2年。我已经是15年，所以有一次省议会啊，就把我们这些超过12年的都请到省议会去了，看看是何方神圣，总会超过12年。后来啊，经常就跟我说，这个要谈的，所以那次就跟我们谈谈启动其他的教育。叫做林丹木校长，跟他的建议，他到南市，我到南通，就在民国80年的时候，你看校长的话，这个几年来，新任的校长都很付出，很投入，很难得，所以我们首先要感恩，要不能忘怀这两位大功臣，一个是张前市长，张立堂张前市长。一个是郭维凡，郭维凡老师，郭部长，他们两位功不可没，所以我一直很想念他们。我到这边只是庆典区献礼礼而已，其实他们才是重点。那么这个44年来，我已经当了22年的校长，也退休了22年。经过来的时候很早，才33岁，不然大的成绩显然参加。真的哦，岁月不饶人啊！我也快要80岁了，所以岁月真的不饶人。那看着这个学校呢，教务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很感谢历任的校长尽心尽力，咱们张校长也是尽心尽力啊。还有啊，我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每一次路过这里的时候，我都会看一看，那个树啊，已经那个是40几年的树呢。民国60年种的，到现在109年了。以前呢，连树都长不成的。有一次我一抬头才晓得，树里会吴荣哥来种的树。今天心想，公公，我现在十万可以了，有人跟着登的树呀。所以盖出一部分根，灌溉植物要从根部开始灌溉，这个是必然的。所以我们真的都很荣幸来参加这个盛会啊。那你说就没有台南体系的，是台南特殊教育学校。因为早期我来的时候，只有启聪类的，只有启明类的，还有彰化一间仁爱实验学校，启智类的人最多，但没有这个学校。所以我的校规就是启智我的学校，启智无校，无校是我的学校，不是没有校博。著名校，全国首创，有教无类，难不时光。我就推荐你们新的学校。好，那我就简单的让不如在座的长官还有同辈大家继续为这个学校奉献努力。那个学校的教务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好，不如也再祝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大家，谢谢。郭董事长来为我们讲讲话，谢谢。我们两位林校长，我们创校长，以及我们所有的贵宾、师长，以及我们的同学们，大家好。好。非常开心哦！我是在4年前的时候第一次接触我们启智学校，是我们的洪哲校长，他希望在这个校门口呢。有一个地标，让人家可以经过这个学校的时候呢，可以知道这个学校在这里，不然的话就会到旁边的这个
的安南医院哦。那他就希望说有个让学生跟家长跟来的贵宾有留下印象的东西，所以我就用这个2000多的这个爱心，大家可以注意看里面哦，只有2000个爱心，有大爱心、小爱心组合而成的一个叫做欢乐熊。那希望呢，我们的同学看到这个熊的时候就知道学校到了，然后呢开心的来上学，所以校长就把它命名为欢乐熊。这个是我跟学校第一次结缘的地方。那没多久，校长就叫我担任这个学校的这个顾问，然后担任顾问长，所以几乎每年都要来学校这边走走。那今天是非常开心，可以见证到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历史性的一刻哦。今天是脱胎换骨的日子。那脱胎是什么？就是启智学校更名为特殊教育学校，好，这个名字的一个变动。那这个换骨是什么？我们的两位校长，好，我们都是林校长，一个是林鸿德校长，一个是我们新的林维进校长哦。那两位校长一棒接一棒哦，我们知道棒棒都是强棒。那我们虽然学校换了校长，也换了这个名字，那我们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对这学校的爱心，我们不会改变；我们对这个学校的支持，我们也不会改变。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这学校的奉献要继续，对这个学校的鼓励，我们要继续。大家说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最后在预祝这个学校呢，我们的今天的这个揭牌仪式圆满成功，所有我们的贵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好，那谢谢郭董事长对学校的勉励。那接下来我们请肖理事长来为我们大家讲讲话，来掌声鼓励。好，我们两位校长哈，所有的贵宾们啊，家长们、学生们、老师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今天我想有这么多人来关心，我想代表我们学生家长，我们应该谢谢啊，今天所有来与会的长官贵宾们啊，谢谢你们，有你们真好，谢谢大家。好，那谢谢肖理事长。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学校的守护神哈，施建智施医师来为我们讲讲话。各位校长，林校长，还有我们整体来参加的贵宾，大家好。好。首先，我先代表我们台湾市牙医工会理事长，先谢谢学校在我们工会那天大会的时候给我们的勉励，给我们奖励，是我们理事长交代我一定要先讲一下。那接下来我才真正的以我的身份，就是我们学校的牙科室医疗团，我在这个地方已经20年了。那学校已经开始更名哦，我也要更名，我们医疗团的名字也要改，我们要向健保局要去登记的那个名字要改，这学校更名，我们也在更名，我们就要改为国立台南特殊教育学校医疗团，牙科医疗团。我在这个学校已经20年了，刚才我们分校长说，我刚好是跟着他的后面，我慢他9年进来。我进来，我历任几位校长哦，这边今天就是看到张校长哦。我除了曾校长没有碰到，我从邱校长开始，连续所有校长我都经过哈、哦。我知道台南启智学校今天还可以讲台南启智学校，所以我还讲还没揭牌啊。在这个地方的校长真的是不是好做的校长，这个学校真的问题很多的地方，我们要照顾这些学生。我的牙科叫做什么？特殊需求牙科，这个是我的专科。好，我们现在已经固定专科，教育部卫福部哈，不是教育部，我就把它搞到教育部卫福部里面。我们的专科哈，专科医师里面已经有这一项了。
特殊需求牙科的专科医师。好，我在这个地方从我进来到现在，我看着学生，我所做的事情已经有成果了。张校长都知道了，就是我们刚开始成立牙科社的时候，是张校长的时代，我们是办了一次全国的学校所有特殊教育学校的观摩，我们做给人家看，才造成我们全国的学校里面的牙科室，每个体制学校的牙科室的成立，是由我们台南体制学校开始的。所以我看着体制学校的成长，那现在呢更名为特殊教育学校，主要是基于我们说人权的问题。好，人权的问题，我们的思考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我们只是一种特殊教育，所以我们更名为特殊教育学校，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牙科呢，我们很早我们就把它改过来，我们本来是叫做身心障碍牙科，但是也是基于这个因素，我们改为特殊需求牙科。好，那很高兴我们今天大家有幸来参加这一个揭牌仪式。好，那希望各位以后有空来到学校，就到我们牙科室走走。我们一个牙科室设备非常好，我们的理念是说，这个地方设立一个牙科，是跟外面的牙科一样，让我们的学生在这里学习。学习什么？不是学习我们怎么去做的，是学习如何到牙科，让牙科医师帮你做诊疗。我们学校的学生，我们曾经有花半年以上的时间，把他训练到从不敢进来到最后上诊疗仪，让我们好好的做。我们这里有校务在，我们的校务也是跟我们很久的。我们现在两位校务都非常好，我们非常有耐心，加上我们老师的配合，我在这边要特别谢谢我们体制学校的老师对学生的照顾跟对他们的教育，让我们能够让他可以看牙齿不怕，可以直接就上一次。那他到外面的牙科去的时候，他不会陌生。所以我那边的牙科是有空，大家也来看一看。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来谢谢大家。好，那谢谢施医师对学校的勉励。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张国英张校长。很难得，我们那个3:20呢还没到，不用急，不要急啊。哎，对啊。好，谢谢校长邀请啊。那我们施医师，我们创校副校长，还有我们新任培训校长，还有各位帮我们工作啊，还有我们各位贵宾啊，各位师长。我想我今天站在这里，其实抱持的还是一个感谢的心啊。在民国65年，我们成立的台南体制学校，其实一直在特殊教育的这一个阶段扮演的都是一个龙头的角色，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属于啊，在特殊教育里面都是先驱啊。一直到后面，包括刚刚我们施医师所提到的，我们在牙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照顾。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候的西医师跟我说，还有我们丽敏护理师跟我说，我们的整个蛀牙的比例，国小的学生是比一般正常的国小生还要低，我们的学生可能可以把它维持到这么好的一个健康状况，我一直都很感动，所以我是抱持着一个感谢的心，谢谢我们几位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医生啊，为我们学校的同学的付出，当然更谢谢是我们地区我们的里长，我们的家长，尤其安南区的家长啊，对我们台南体制真的是非常的热心哈啊，我们也很谢谢他，所以我今天刚好有机会又回到体制学校来啊，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谢谢，那也希望大家持续的来照顾我们台南特殊教育学校。我相信不管学校怎么更名，我们还是抱持的是服务所有身心障碍的孩子。
那祝福所有的孩子在这里都能够做到最好的一个学习跟照顾，谢谢。好，谢谢潘国兴张校长对大家的勉励哈。时间上面还有一点点嘛，好，那么我想今天与会的来宾相当很多，我再看一下哈，就一定要一定要飞啊，来控制来控制啦。啊，时间，我有看时间的啦，对啊，好，来谢连长，谢谢校长，送给我。那曾董事长，啊，来，我们把最后的一个机会哈、哦，留给我们的新任校长林伟进行校长。好，谢谢林校的邀请哈、哦。那我们创校曾校长，还有我们新一支啊，他们理事长，还有理事长。好，还有各位教育先进，好，还有我们同学，好，还有各位董事长、各位来宾，好，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同学，大家好。好，我想我们学校改名，哈，更名，好，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好，我们特教会做得更精进的服务，好，更精细的服务。那非常感谢前几位校长，哦，这么努力的为我们特教学校建立的基础，啊，未来我们也期待，啊，我们学校的同仁，啊，也能够更进一步，啊，来服务我们的特教生，啊，让我们的台南特殊教育学校能够继续经营下去。那在这边也希望各位，啊，也拜托各位，啊，董事长、业界董事长，好，还有各位教育先进，好，能够对我们台南特殊教育学校继续的支持，好，那我们预祝我们台南特殊教育学校能够校务昌隆，然后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谢谢。现在进行揭牌仪式活动。我们的揭牌地点是在后方校门口欢乐熊的下面，那请各位现在移驾到校门口，谢谢。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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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挡住？有林校长，林校长，新任的林校长被挡到了。来，新的校长来比个赞来，给三杯。先拍照。先拍照来，谢谢校长，谢谢校长，谢校长被挡住了哦，来比个赞来。 我会帮你鼓掌，我会帮你。你脚可以这样就可以。小心小心，不会了，不会。好，可以吗？可以吗？你会照吗？再一张哦，二三，好。